天我来做一个最特殊的开箱。Hello, it's Molog. 现在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打算去领我们的健康包。我们今天通知说发到我们这一片区。最近他们先发的都是学联，然后学联收到之后给我们分健康包。Hi, how are you? Good, I'm doing meeting with me. Classmate! Hi! Oh my god. So how long will you stay here? I'll stay here until June, I think. For end of our contract, right? Okay, then cool. I'm going home. Very. 作为一个在家 lockdown 二十天的人，见到了除他以外的同学，真的太不容易了。我确实见了我都不怎么见，好吗？对，我觉得连你一个星期能见一面吧，就是一块买个菜。哎，直接过这绿灯。对，我们现在要去领健康包，去接受我们的空投。空投可爱型。对，我觉得我们同学有点可怜，买不到口罩什么的。要分他一点。对，我也觉得，包括华人那边说，这边一人只能给五个。一人只能给五个。对，我觉得我要拿到那五个就给他了。请拯救一下同学。其实这个领取点离我们还挺近的，就走过去5分钟，然后一会儿再去趟超市补补货。我的冰箱又要空了。你在吃啥？吃饭呀。你咋吃那么快啊？吃不快吧。我现在都吃有任何东西想买啊。我饮料全喝完了。哦，我因为我昨天去那个Region Park， 然后出来顺便在那边买了一点。他们说明天要变天，这鸽子。哦，也可能要下雨了，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今天法国已经打雷下雨了。啊，那明天就该下雨，春雨。这里说不定下午就下了，我们赶紧打雷。我现在来领健康包了，然后就是大家要出示学生证，感谢这两位是我们学校的小姐姐，然后负责帮大家。你们是不是自己包的？这是学联打包的，学联包。对，学联打包的，然后我们就每人领一个，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没事，不好意思，我。谢谢。嗯，好，没事，拜拜，辛苦。好。上面写了。祖国永远在身边，很暖哎。领到健康包了，我们现在领到健康包，现在去，好沉啊，感觉里面很多东西，回家做一个开箱好了，然后感受到了祖国暖暖的爱，祖国的空投，现在去超市补一点货，然后就赶紧回家乖乖待着写作业，在家待着最安全。我也看到路上陆陆续续有很多中国学生，然后来领这个健康包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很暖的。那我们现在开个箱吧，由这位王同学。哇，都有什么呀？莲花清瘟胶囊，然后有一些医用口罩，还有两个N95，好酷，回国的时候可以用。还有别的吗？然后就是还有一大包这个。哇，这么大一包，这什么消毒湿巾吗？对，消毒湿巾，挺好的。没别的了吧？你还想要啥？还有一张回国的机票。哇，我这中奖了吗？天哪！你说会不会随机有人抽到一张回国的机票？这蛮好的，就是随机抽奖。要是我就在里面搞一点。有人说一个航空公司，我就搞一个这个苹果。对，这波很硬。有人说是有什么随机有温度计，哦，我也有温度计，所以我也不太需要。哎，阳光明媚，真好。我现在刚刚回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留学生收到这个健康包到底有什么东西。按照惯例，然后我没有拆包，我先清洗一下，就是做个消毒，拿消毒湿巾。嘿，就是它了，沉甸甸的爱。现在外面很热，然后很闷。我记得我上一次出门，我还穿着长袖，然后穿着我的厚的大衣吧。然后今天出去就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然后这会儿外面下雨了，对，有点闷。来给衣服脱了也消个毒。今天还是挺热的，出去一趟穿个皮衣都热。消一下毒。
今天还挺开心的。然后那个领取包裹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说是我 vlog 的，有看我 vlog， 是我 vlog 的粉丝，所以在这儿也感谢一下这位帮忙的小姐姐。虽然今天大家都戴着口罩看不清你的脸，然后再次感谢你们为留学生这次做出的帮助。然后对，先消个毒， OK， 擦一下，擦干净，然后就把它晾到旁边。今天本来想去超市，然后因为 Easter Day 复活节，我们的超市也都放假休息了，所以今天也没买成东西。OK， 现在呢，我要开包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祖国的空投里面到底都有什么东西。首先，我要先感谢一下祖国对留学生的关爱，包括感谢党，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然后包括航班公司能把这些东西从中国送到所有留学生的手里，让我们感到了一份祖国的爱，然后也是所有留学生心里都暖暖的。包括在这里帮助这些使馆发放这些工作包的所有同学还有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然后因为你们我们才能收到这一份丰厚的一份关心，感谢祖国的强大。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特别不舍得拆，有一种，这可能是我最近最不舍得拆的包裹吧。我觉得这个礼物真的是想一直保留。在国外读书这么多年，觉得祖国一直在我们身边，然后就想起来很早以前战狼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护照上的那个国旗一直会保护我们。对，稍微有点感动，但是确实很谢谢你们每一个人，谢谢。然后我们赶快打开看一下，我也暴力拆包了。哎，第一包是有两盒这个莲花清瘟胶囊，还有一包普通的口罩和 N95。这是一包普通的医用口罩。因为我今天在路上碰到我的同学，他说就是外国同学嘛，他已经没有口罩，然后也是在附近药店想去看看有没有卖口罩的，他也没有买到。我觉得说我的口罩可以分给他一点，就是还是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保护好自己。对，然后这两个是 N95 口罩，对，质量都特别好，全密封包装。这口罩，这一包口罩感觉有个十几个的样子，挺厚厚的一打，因为就是还是让它保持它的无菌状态，我就不打开它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包里最沉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一包卫生湿巾。在这个纸都荒凉的年代，买不到纸巾的年代，能有一包足足的消毒湿巾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是适用于物体表面的卫生湿巾，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及铜绿假单细胞有杀菌作用，是个英国的品牌。看到这里，对，对，谢谢祖国给我们这么多，哎呦，这么多空投已经拿不下了，但是很开心，谢谢你们，再次替所有的海外学子感谢祖国，然后感谢所有为这个行动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谢谢大家，你们辛苦了。现在这个疫情会很快过去，然后也谢谢所有医护人员在这边的努力。我也看到了英国积极的开始采取措施，所以请祖国的各位家长们放心，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所以也给大家报一个平安。然后我们有乖乖的在家里写自己的论文，然后也有乖乖的在剪我的 vlog， 每一天其实很充实也很开心，所以不需要太担心我们啦，一切都好。